喂，你好，我想通过咱们的平台跟我妻子说两句话。好的。杜丽，对不起，我来重庆了，咱们能不能见一面？我的手机号一直没有变。我不知道你之前经历了什么，但既然已经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，想要重新开始，就别让自己那么封闭，得社交起来吧，至少让自己开心点儿。